24名参赛玩家以全员就位，最后只有3名玩家能获取最终胜利。第一个游戏泰歌，我们会放这个歌曲的前奏，3人同时举手抢答。第一首，刘耀文请说，爱你。王心凌，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答对。下一首，丹姐，啥呀？快停一下。baby， 把你捧在手上。答错。你让我唱吗？哎呀，你看看你回去怎么面对你的朋友吧。我能不能不要这俩朋友了？下一首。哎。花花的歌是花花的歌。到一生里的惩罚，生我又是为何？歌词是不是错了？你自己的歌。你是这部我暗箭难防不胜不降。答对。MVP 啊，我们这边的。天哪，可以呀、啊，三位弟弟。下一首了啊，我肯定没听过。这我真不知道，这什么歌呀、啊？说是谁？这吓人了，我的耳朵。一梦拜拜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探案第二季，每周五晚8点 VIP 抢先看，本周六中午12点，第7期惊喜加更。